明明走，你跟着我走，一蹦一跳的，跟个小兔子一样。 我每次一拿黑米的牵引绳，黑米也是激动的，因为他俩知道要出去玩了，是不是？回来，你那等一会儿啊！滚！哎哎哎！ 这小米子，这小白腿都跑了，过来，回来，黑米来过来，你先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啊，你还知道回来，啊？上，黑米上，跑，你要往哪跑啊？ 一开门你先跑啊！ 车里面这温度，空调先开开，太热了。带两米呢，去我家田园里面转一圈，拔点花生吃。我家那个花生熟了，也好久没带两米出去玩过了，可把他俩兴奋的。我妈骑电动车，因为得带他俩。 所以说我得开车过去。下车下车下车！哎，现在讲，上次不是一下跳下来了吗？啊，跳，给你跳！ 放一下了，太高了，去玩一玩。看我家地里面这个草长成什么样了，呵呵，这真的是草已经比这个红豆苗长得还高了，看一下，哎，红豆已经没有了。 妹妹过来，过来。<笑>这个就是花生苗，是不是好多粉丝朋友都没有见过？转一个叶子给大家看，下边那个四叶草，这才刚到地里面啊，跑了一圈就累成这样了。鲜花生卤煮一下，特别好吃的，妹妹。 上上上去上去，走，黑米拉来了来了，坐好啊。明弟，走，你跟着我走，<笑>一蹦一跳的，跟个小兔子一样。明弟，别吃了，给你抱上去啊，你让他坐车上歇一会儿。明弟累的不行了，让明弟上车。黑米上。 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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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
够沉。嗯，长得还是比较饱满一点。哇、嗯啊，这长得都饱满是吧？这生花生。
吃起来带一点丝丝的甜味。生花上挺好吃的。哎呀，你真会趴，你趴到花生上面。还挺好吃。牛干架的是吗？是不是？吃呢？就没有你不吃的。明天要吃草。吃这个。吃这个。你不吃，你还不吃。喝点水先。可能渴的呀。看哪一条？不好的事。小心那个酒壶来。你。就是，对吧？算了，你怎么拿包了算？这什么东西？呀，你们就没有老虎吗？这像是老虎包。呀，给你喂，好呀，你就推到外面。你看这，哦。这不知道被什么老虎吧，七老虎，地老鼠啊，七老虎。呀，给你喂，喂对啥？出关然后被偷完了要。这都不知道什么动物吃的，人家把里面的花生粒吃的，把壳全部吐了一地。这是花生，今年花生大丰收。哇，其实也能拔出来，来着。多少的？今年花生产量大。产量大。可看看这也热的不行了。这个是不是会太阳啊？现在太阳还有点下山了。黑米来跑跑，你也跑，看这里面有没有，还有没有，有没有？还是不是？对，还是不累啊？你要真累了，你都没那个精力了。小米粒，哎呀，我家米粒这身上也是脏的呀。哟，你感觉不是挺高啊？太热了，这汗往下滴呢。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红薯，挖一苗看一下。现在不到时候，红薯啊。好几个月。还得好几个月，得过了霜降。哎呦！呀！又弄破了。又。细茬细茬。就是细长品种，今年。今年就是细长品种。今年不是年这个的品种，人家说地方品种好吃。看今年啊，有有有，你看。切不少啊。是，我爱好吃的，好吃的多。我爱吃的。今年就是个细长品种，哎呀，不是我的汗。有
你看。哦。哎呀，喝。这搭。这搭。嗯。嗯。这两个。那还有一些。没有。一秒里面长了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个。回去尝一下，看红薯好吃不？那你要怎么弄？走走走走，两米在地里面，我就热的不行了，也累的不行了，米粒都感觉都走不动了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带着他俩回家，然后煮点花生吃。回到家了。这是今天刚刚摘的，然后洗干净了。其实煮这个花生特别简单，里面就只需要放盐、花椒、大料，然后只需要煮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行了。煮完之后，就得把这个花生一直在那腌着，腌的时间够久才能入味儿。